嗨，大家平安，我是 Sakinu，东华大学台湾族语的老师。那在这边任教，也忘了十几年了，所以对自己来讲，刚开始的时候挑战蛮大的。那也是因为，毕竟在大学里面有开设原住民的语言教学，要面对的不单单是自己原住民。台湾族的学生啊，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有更多的是非原住民的学生在这个课堂上面。当然我就会特别的去想象，这群的学生有很多都还没有接触过原住民，更不用讲说认不认识原住民的各个族群。那所以在授课方面，然后我都会特别先把原住民文化的概论带进课堂里面去跟同学们做讲述，然后再循序渐进的让他们来开始认识排湾族的文化。那从这个文化里面知道排湾族的分布在所分布的区域里面。形成不同语言的表达跟表现，那也都是我在课堂上面都会特别去做讲述，让学生可以从文化的概论跟有了文化的那个概念之后再进而进入到原住民的排湾族的语言来做教学，那他们更可以去融会贯通，更了解到。文化跟语言事实上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那在课堂上，当然，面对这个两个不同的学生族群一个是排湾族那另外一群呢是非排湾族的学生，那会让教学的老师有所困扰，是因为有一些真的是势必要从头开始，那让学生很清楚知道，排湾族的语音符号之外，怎么发音，怎么拼音，从这个拼音去找到一些的智慧来，认识排湾族的语言，那没有办法马上进入到语法或者是语词结构，也没有办法马上去用文章的方式去跟学生讲述这个排湾族语，但在教导的方法上面、方法论上面呢，其实我会让学生特别去在这个班级里面特别去感受到，一个部落的氛围啊。这个部落的氛围呢，就是在这个部落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家族，所以我通常都会在开始授课的时候都会对学生去做分组，然后这个分组呢，也一方面是。有这个排湾族的学生作为，可能是这家的家长来带领非排湾族的学生呢一起来学习，然后也能够大家教学相长，也能够互相的帮助的方式，让非排湾族的学生可以透过排湾族学生的带领，然后再透过老师所传授给他们的这些的课程呢，可以让他们更有所。了解这些的文化，那在学习了这些的语言其实比较主要也就是要让学生更加的认识排湾族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区域的这个排湾族的语言，那也更让他们知道说为什么在每个不同的区域里面会有不同于那个语别的表达，也就是因为。在某个区域的环境，会形塑出不同的方言别。那排湾语有四个方言别，那也是让学生可以去了解的。那在事实上在课堂上面，不单单在做语言的教学之外，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安排一些比较课外的比如说在课程上面会讲到排湾族的野菜锅饭。那比如人家撑杆的这个锅饭，那个我们就会带到户外去，先让学生去体验，
采集野菜，然后这个采集野菜，再把它煮成一个锅饭。那其实从这个野菜锅饭也让学生了解到过去排湾族的文化啊。事实上，平常家里吃饭的时候也都是用这个野菜锅饭，然后大家在这边维系感情之外，也会话家常。那事实上，这个也都是过去在部落里面很平常的生活形态。那所以在课程上面的设计安排，让学生能够体验到这个文化这个珍贵之外呢，其实也让他们更加的能够融汇在这个文化里面，学习更多更多排湾族的语言。那事实上教学这个语言原住民语言教学这个工作，对于一个老师来讲，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面对说你教导的学生的对象年龄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年龄层，会决定我们一个做老师的应该要怎么样子去教导。那大学的部分是因为会来自于有时候会来自于很多非排湾族非原住民的学生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会挑战我们老师要怎么样子让这些非排湾族的学生从认识排湾族的文化开始学习排湾族的语言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对我自己来讲，作为一个排湾族的老师，过去真的不知道怎么教的时候，只是从开始学自己的语言，从自己自身亲身的经历了，我是怎么学的，但是要怎么样子教学生更能够让学生清楚了解我们自己的语言之外，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老师要不断的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充实自己专业领域上面的一些学识，不管是语言学，可能这个会对我们来讲很生硬，但是对我们做老师的来讲，也势必要去碰触到包括我们自己的语法，我们自己的构词或者是说未来要转化到说有很多叫新创的词类的时候，这个也都会变成是我们每一个人做老师的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语言是要随着时代去做变化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在用很多的语言，很多都是介词，很多都是外来语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想象到说未来我们要去面对的社会要去面对的政策，要去面对很多很多这个时代的变迁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也都在改变。那然而我们自己做老师的更要去因应这些时代潮流的改变，能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时代的潮流里面仍然能够抓住我们语言的变化之外，也能够更加的清楚知道在这个不同的时代里面，有一些的语言它已经增加了，有一些的语汇它已经不断的在被改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除了这些语汇改变之外其实我们排每个原住民的语言里面对最珍贵的应该是还是在于它的整个语法跟它的整个构词，怎么样子去构成一个句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我们做老师的应该还必须是要抓到它的精髓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语言发挥到更好的境界，无非就是要带领学生能够做到听说读写让我们的语言不只是在说而已，也不只是在听而已让学生更能够参与到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书写，然后也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把自己所想到的一些事情然后转化成自己的文化的时候，然后用手把它写出来，把它用母语写出来。我想这个才是对我们每一个做老师的来讲可能会最有成就感的时候。那也期许我们每一个做老师的更重要的是不时的去挑战自己之外，我们当然我们更希望也能够建构一个团队不管以区域性的或者是语言语别性的或者是在
不同领域的教学上面的，我们都能够用一种团队的方式来达到更有效益的教学，这是我对大家的期许，我们大家共勉之，谢谢。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主的那样子的一个自己去做证明了之后呢，才有现在的泰鲁格主跟赛德克。那当然，咒也是一样。那主呢？以前有分南州跟北州，南州、北州呢，就是比较称是居住在那个现在的阿里山呐、就叫做北州。比如说像达邦啦、特富野啦，南州呢，他们就比较居住是在高雄的那个纳玛。后来他们也州主的不像，那为什么要南州、北州呢？其实我们本来就是独立的一个语言，那可以证明成独立的，所以才形成的最新的两个组叫什么组？好，嘎纳夫还有一个拉鲁啊，就是从这个组分出来，那演变到现在叫做十六组了。但是说十六组也不尽然是十六组了。那最近我们都在看那个台南平埔族在上街头，好像三个人吧，就拉个那个标语啊，说在讲什么，在讲那个蔡政府开天窗因为他们一直很希望在9月30号他们可以被证明，可以被承认为原住民但是30号过了，那不见政府任何的一个动作，他们就很伤心很难过，就举着标语政府前面再一次的诉求，那希望同时，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到说，未来还没有被证明的这个原住民族还有20几个属于平埔族的20几个还没有被证明，比如说八仔啦，那个西拉雅啦、道卡斯啦、洪雅啦、马卡道啦，那个们还在等待着政策怎么样子给他们一个好的回应，然后位置的时候，然后我们如果我们在看地理位置的时候，我们三个跟台湾原住民比较有关系的那个三个族群里面有那个什么州主泰雅台湾，好，如果从这个位居在台湾的哪一个部分？北部，对不对？所以他们以哪一个作为他们的圣山？来，他们泰雅族以他们以什么山作为他们的圣山？在中部，我们刚刚讲到民族的跟台湾的原住民族的语言呢，是哪一个族？州族。好，族是在中部的话，周圣山、玉山，来，古排湾族分布在以什么山作为圣山？大武山。中到刚刚好三个很著名，而且很都跟这个古南岛三个古南岛语的这个民族啊很相像，然后那个所指出来的又很那个位置又很重要，就是其实整个台湾呢、盘那平原的部分是它的起源，或者是指。到底怎么样子去讲？那老师的理解跟认识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当我们从那个古系统里面，这个台湾的整个岛屿的
去了这个北大巴尖山、中部的玉山，然后南部的山，那这个，然后再从那个语言然后的那个的那个区别或者是认识里面哦，来，那我在这个是在年前我去大溪地的时候，也特别在跟交流，哎，那个怎么讲哦？我就这个也是从一本书里面来了解之后才知道。好像都有关联哦。这个哦，波利语，哦，它是在菲律宾的那个，然后那古老的南岛语，然后以这个为做基准，哦，去看这个塔卡罗语呢，跟这个台湾语，当然我们还可以延伸，然后怎么讲，台语怎么讲，好，然后呢？这个就是在几年前，老师去地的，也去，哎，是怎么？你的肝怎么说？这样还蛮好玩的哦。嗯，还没加那个拼音音哦，你爱怎么发你就怎么发，你爱怎么念就怎么念。不过老师还是会提醒大家怎么念啊。背后。哦，你的背后啊，你后面啊，哦，那古南岛语呢，老师一起 Likud， 好，哦，那个有 的 的音啊，哦，好， Takalo 语呢，菲律宾那边的在讲，他讲什么呢？ Likud， 好， Likud， 好，台湾语啦，台湾语几个字都很，它的几个符号都很相像，后面的那两个符号有一些差别，哦，就最后一个符号有一些差别，哦，来，我们讲肝，我们讲肝，我们的肝，我们的心肝，我们古南要发那个 Q 的音，哎，好， Takalo 语阿呆，然后台湾语呢搭彩，对不对？有没 Q 哦，有一些部落都不重要啊，比如说，有没有没的音，他就会念成阿彩，哦，就会念发成阿彩。那有发 Q 的音的部落呢，他就念得很完，比较完整，就是阿彩。那他就变成是阿歹，哦，其实如果说转化成在那我们就可能会把它讲 Q 了，哦。好，来。我们就先暂时不看那个大溪地的了，因为好像有一些蛮接近，但是有一些差别，不去特别看它哦。来，那个叫低眼，低眼，来，眼，低，台湾族呢？鸡矮，好，哦，腹部鸡矮，我是觉得也差不多啦，哦，那个差别不大，应该讲说乳房啦，哦哦，那个古南岛语呢，叔叔，塔卡罗语呢，叔手，好，台湾语，哦。那个，这个就跟布农族的那个语言一样哦，叔叔哦，好，哭，哭，
古南岛语呢 ，Changis， Takalo 语呢 ，Nis， Dangis， 台湾语呢 ，Changis。总关于啊，台湾讲一般的哭啊，吼，的猫，这个意思呢是非常哀痛的哭的哭。好，然后台语叫会用那种去哀悼。我们讲说 "tsmangis"， 哦，那个意思，哦，但我们很少讲这个对于台湾古老的字很少在讲，除非是你家里有人过世，然后有人要来一道慰问后，那个台湾族的老人就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 "tsmangis"， 还要讲就是会特别的去哀对他哀。吃东西的吃，感恩，古南岛语哦，感恩。塔卡罗语，感恩。好，关主哇，很不客气，叫做干。哦，这是字根呐，哦，干这样。他说这我要吃饭了，更慢哦，他会加最迟在里面。来，耳朵，古南岛语啊，这个是哀啦吼，查理雅，来，塔卡罗语，达英雅，注意一字不变，查理雅，到底谁比较古？眼睛。古南岛语 ，mata， 塔卡罗语 ，mata， 好，阿美族 ，mata， 台湾 ，mata， 啊，可以显现出台湾族很古老哦。来，父亲 ，dama， 哎，布农族也讲 dama， 然后他语阿玛，好，这个台湾族。那我们有时候有部落不一样，有一些有歌的音，有一些没有歌的音，所以我们讲阿玛或者是阿玛啊，也或者是达玛。阿美族他也没有那个 T 的音，也讲阿玛伊娜这样子吼。好，母亲伊娜，这个两个都跟布农族很像。来，伊娜，伊娜，好，这下。就越迁往哪里往，可能语言就会越有所不同。那台湾语也是这样，哦，自己台湾族也是这样，北台湾、中台湾、南台湾、东台湾，那会因为区域性、地域性。关系啊，会有一些语言会因为地域性的关系呢，会产生出来。那其他语没有这个，会被改变，是因为有一些语言也会被改变。好，我们讲好，我原是
喜，查理喜呢是斜坡，叫查理喜，反正住在斜坡上面，当然不尽然啊，吼、哦，台湾语嘛，很自然，那语言，那斜坡语言，台湾语的，我们就会讲说，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了，所以一样啦，年代已经久远了，然后之后，但在语也不会去抓住它几个哦重要的词，好，还是保留母音。像这个乌的音，乌的音或者是欧的音啦，吼，它都的部分呢，那个迁徙，吼，部落的迁徙跟那个环境的变迁，音有，吼，有 Q 的音，有的。没有，那就从这样子的一个对照表里面，探究、哦、有蛮，然后再到我们台湾后，那就更从上面。到是台湾族各个的分布图，各个图当然，不然哦，至少比有代表性，或者是说比较让人在运行的哦，哦啊标上去。看到说标记在上面，那其实这个标记在上面，不同以不同的颜色标记在这个上面，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叫做语别，哦啊、就也就是说那个腔调啊，或者是那个很多人很喜欢讲说方言别的那个别，那这种。主一样的语别的说法调，他的语从中的划分啊，不应该是用那种北中东南，那反而应该要用这种方式把它区别出来，才会比较清楚知道说，哎，你是属于，比如古料，所以古料料就是鼓楼的啦，和鼓楼的系统是加利里的，那就是那个系统的，哦，那我们是巴鲁嘎鲁的，就是属于东统的，哎，说颜会因为这不同的颜色，其实它可以把它归类成四五种以上。但是现在啊，吼，啊，这个有看过了吼，哦，上个礼大武山。南大武山跟北大武山，然后那我们台湾组的联络，那应该用这样子去分别啦，哦，很不应该用这样子去分别，说台湾北台湾呢是属于哪几个乡，中台湾呢属于哪几个乡，南台湾属于哪几个乡，东台湾属于哪几个乡，
分，因为没有办法把那个语别、语调、腔调，很准确的用这种方式去归纳。这样子过一个归纳，是为了要因应那个主语认证考试，还有就是主语教材的编辑，然后才分，才用这种方式去分啊。那后来分的时候啊，这样子弄的时候，每次我们在做命题啊，我们在做主语教材编辑的时候啊，哇，编出来之后，很多老师都在骂我们啊。为什么骂我们？哇，老师你这样子写哦，你写到北台湾的那个语词了，跟我们东台湾没有关系这样啊吼。啊，然后又有时候我们很想要表现我自己部落的那个讲法说法的时候啊，哇，其他乡的比如说像我是老师乡的啊，老师的乡又有意见哦。那后来到时候我就练就了那种那个真金不怕火炼的那个态度，就谁写的就谁以谁为主嘛这样。然后谁命题的就以谁的语言别作为命题的标准，只是会加注，就是说，哎，这是哦哪一个在讲的语言，就会依照这样子的方式去。了解，其实分别，在未来考试了，后来在后面的几年的考试里面呢，学生大概也都习惯了，然后大家也都可以慢慢的去接受，不过会不会被改变，会不会被改变，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担任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敢确定，因为。就像刚刚讲的，你会遇到，事实上不是会让我们蛮有挑战性的，因为我们的语言要被常常使用，甚至要被永续的使用，甚至要被成的时候，在某个程度上面，它会被改变，就好像。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有一些的语言，是用语沿用日语，在部落里面被使用。那语在被使用也是统治的时候啊，语跟日本的那话的结合，在里面透彻，非常的彻底，所以演变说。有一些新的物品出来，没有办法命名，我们很那时候也有特别用词，Nikki 那个。有点像，自己在推做，好，西亚，好，吉林西亚就是自行车哦，那个自动车吉都西亚。啊，基督西亚就变成是叫飞机给哦，车来了哦，呀，哦，其实几乎都那个日语好，电灯哇，林瓦哦，电风扇行不给哦，就是那你想象哦。里面呢、啊，我们就
矿池，机构。是在讲月亮哦，讲月亮后啊，讲月亮后台湾族的月亮怎么从见人也然后，它是一个节日。一个记忆、啊、然后 有时候点台湾族都讲说巴黎西巴黎西好、哦、那个中秋节要不要用台湾族说法就把它讲说那那是那可以叫做巴黎西长这样我们就几个讨论之后就讲说直接用中文音译啊好用就把它就把它音译到中秋节以后节呢端午节那好不好搞不好以后你们学台湾语的时候或者是你们的孩子学到台湾族的时候哎还要特别拼音很大的困难那个他要被传承的时候学被书写这个语去的符号一个母音有的，那一切的发音，比如说从这个表先跳出来让大家来看到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图弄这个图了那这个就是刚一样是这个台湾语的符号但是老师有把它整理出几个不同那这几个不同本然后教育部版然后我们现在在所谓的就是现在在用的然后啊这个部分哦这个版本啊不管产生的都是来自于这个基因标IPA 的就是语音学会那研究各个国家
还有各个民族的语言要记时候，但是现在这个符号都有点不对了。那个有一些语言学的那个语音符号，那个要特别去下载，所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全部打上去。那这个呢？这几个版本的符号，然后演呢，其实最早使用那个符号。该教会，好，应该就是教会。时代人类学家来到台湾，开始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国际，在做基因啊，但是我在看的时候，这个就比较纯粹是学者自己个人的研究去做基因去做记录，那会依循这个国际。都比较是属于个人嘛，但是团体、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尤其是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也有、但是、台湾那个基督教会、事实上、比较更具有历史，是因为希拉雅族他们在做证明啊，因为过去很多人都非常反对他们证明，是因为阿林龙公火罗维啊，阿林龙公等地啊，阿林内维干要够对的的话还在不，但是希拉雅族人哦，他们就找到了他们将近两百年，他们。是什么呢？本质是圣经里面的马可福音，是福音爱雅语去做那个翻译的。你而且是主，那台湾主19把过去。台湾族最早的时候，大概六十几年，民国六十几年的五六十年，用什么呢？用注音符号，去学，然后去让那个教会里面的会友信徒，可以用台湾语去读圣经呢，用圣就用这注音符号啊，用这啊。然后一方面为了让它普遍化，然后也让它能够跟国际接轨，然后也让他们让族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念圣经，才慢慢把它改成那个叫做罗马拼音。然后那教会的版本教会的版本跟后来新版差别在哪里？哈，有字，一是这个，底下有线，还有线，还有一个，不可能。底下有一条线，大概就差别在这四个字。后来改成这个 L 一的底下条线呢 ，EZ 一个 R 底下的一条线呢，把它改成 R 那就是大致上台湾族的语音。那也有这样的开始，在
1990几年的开始，那个有几个县市啊，就是有几个台湾有几个县市，当然比较讲究本土意识的县市，然后那他们就开始发展出自己各县所在使用的那个他们就自己开始在编定自己属于比如说排湾族的教材或者是族的教材，那开始慢慢有那个所的那个系统出来。教育部版本2000，当然政党轮替，那当然政党那个上来的政党呢，我们都比较本土啦齁，本土派的政党，也就是所谓的民进党。当然那个时候民进党一起来的时候，哦，那就更深的那个各个族群的发展的过程，因为有在一个县市已经在做教学了嘛，要更扎实，或者是说更让这个语言的它被看见，它被使用呢，那就开始在做那个叫做族语认证考试，就是在两开始推行第一届的那个语认证。遇到那考试，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讨论有关政府版本，也就是我们所谓现在在使用的那个新版的那个号的系统，是要被标准化，或者是把它统一。好，那个时候讨论到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各组要不要统一的符号，比如说做一个符号，各组统一用这样。那后来讨论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一致，是因为有一些族群语言啊，那个发音啊跟发声啊，它办法和一种说用同一个符号，30音母音。我们刚刚在讲说，是不是应该要有母音，它这个音它这个子音才被发出来，如果没有母音的话，它没有被发出来。台湾族这样子的一个它可以好几音连在一起都不用音，但是他们还能够出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说把那个符号字母去统一的原因是在这里啊。当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于说各组的语言别就已经没有办法一致性，那你更何况比如说同一族群啊，不同也都没办法一致性，一致啦齁。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退而求其次，就是说台湾族自己本身寻求统一的符号齁。那我们这个面上这个符号上面的表格齁，那有一些啦齁，有一些会比较特别的台湾是有这些符号之外，其实在某个程度上面还是有很多不同排湾族的那个语群啊语别，他们还是会认为说，第一个不太符合某一些部落他一些部落他一些符号那我是怎么一些部落我们比如说
好，来跟老师。一嘛，按照那个标准化的发音哦，一嘛，好，我们按照这样书写的标准念法叫做立马，有一些不，它就会偏偏发成什么呢？看老师的嘴型，也看老师的，也听的。如果标准的念法叫做立马，好，到一些知道海，黑马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字面上标有点摩擦的黑马，好，这一群人侮辱是什么呢？头，有的地方是念嗯发成呃的音，好呃的音，同样的，沿用到这个部分，来个注意法，好，注意老师这边。咕噜，咕噜，讲的那个很特殊的念法，那个部落呢，就变成是咕噜，准的念法咕噜，然后到某个部落，念法会变成咕。另外一个部落用法呢，这个 Q 不见了，就把它念成是可以知道，同样一个字啊，会有很多不同的部落，它不同，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对教学啦、考试啦，或者是或者是教材编辑啦，或者是书写的时候所在面临的问题，听到这些的问题的时候。啊，事实上我会有那个苦，是你怎么样子？分之百让大家都非常满意的，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才会会有一个原，不同的部落怎么发音啦、啊？我还是很希望那个书写呢，跟服务的结构被标准化啊，就算你的部落。会说我们在写的时候写出来，但是到你部落，你部落不打紧，到最后的时候，要求的部分，的部分然后是指音的部分，所以我们知道。指音的部分，刚大家讲过，并没有那个，只是在教导你发音的部位跟状态。然后，比如说这个英文字母 P，对不对？那它会教导我们怎么发音。OK，双唇爆射或射音，双唇爆射射音，清音。好，我们就试试看。好。但是没有音，只有气出来，所以一般会，它不会让你知道是能够双唇色爆色出来，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双唇音，但是呢浊音，我们就试着用吹，就浊音啊，这个呢清音，来还有呢。它显现出的色音一样，清音
哦，好像白痴一样，没有声音干嘛？好像在读，要求你们读我的唇，那个叫什么唇语啊？好，来，浊音，好、哦，无聊哦。来，卷舌的舌音，这个更麻烦了哦。好，这样，哎，你没有出声音，我也不晓得，就干发音怎么音，然后呢，熟悉一下。表啊，老师先母音的部分呢，因为它又有什么呢？是的，呢高前元音很高，高音前元音，然后另外一个呢后音，然后呢？央中央，大概在你的那个了解一下你的那个口腔的发音，那个声音出来的位置，它有时候会在你的前面后面一点，然后中间，然后低音元音，我在低音，但是中央来啊啊，好，中央的元音好，后元音，高后元音，一，感受一下是不是在后面一点，一，好，音，呜，好，这个是母音，也是我们所谓的元音，但是你来高音的前面，高音的后面，央中央的中央，好，这个是有音的四个。那个来源，然后再配这个指音，教导我们发音的部位跟发音的状态方式，然后关注语言。刚刚讲过酸。夸张一点，来跟老师练习一下。不是高音跟低音的差别，那个。八，也没有关系。哎，还有更夸张的，比如说这个，五。这个 D 啊哈，好玩的，来，先找到这个的，很好、哦，来这个的、哦，这个 D 啊，走不过来 ，OK， 来的，对的。
那个时候的王，好了，很简单的，我的声音，我紧，不及格，很难吗？因为难倒民主啊。啊哈，热，这样，特性呢、啊？有一个特性是什么？会从我们的那个口腔的最前端慢慢退，慢慢退。好、哦，这个叫做，我们先来厘清一下它的发音的。来，做 N 音。小舌在那个刚刚好在我们的那个口腔后面呢、啊，有一个珍珠啊，掉着的、啊，要感受到那个有被动，好，我们再很好。歌好，歌一很好，歌五来这个歌可以吗？没问题哦，歌啊歌歌一好歌，不要偷懒的说。画那个怎么讲？跳过那个，要念成。如果你念成，纯粹就只有那个母音，哦、你少掉了子音。来，很好。一，五，好，喝啊。喝二，喝一，喝五，好，我们记一下，歌，歌，歌，喝，这是口腔最前，慢慢，擦音就几乎你是，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发音方式，是把它排列起来。那另外一个呢？鼻音，那鼻音的，嘴唇闭起来嘛，吼。这个呢，舌顶到，哦，这个呢，好，这会有两种方式，就是子音在后，母音在后面跟母音在前面，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音韵啊，那个不同的音音韵呢，大家。刚刚有三个音呢，请注意看啊！来，刚刚老师有发给有发过来，么呢呢呢么啊呃呃
么一么乌好，如音在前面，在前面 am in um 好，来 n a 不是 na， 你看我就听的 na， 比如说那个安娜 na， 来 n a n i n u， 很好，来母音按跟按不一样，然后跟这个按啊，原住民最困扰的就是那个安跟安哦，晚安还是晚安？我以前老是唱唱歌，来，in un n a。很好 ，n i n u， 很好，来 ，ang in o， 来这个。可不可以？我怎么感觉到好像怪怪的？好，来，我们回到这个，这个排湾族的符号大概四个，然后呢只有21个哦，我还，然后呢一个叫做母，这个半母音啊，有时候。也蛮困扰，也是因为到底是要之后被用到，因为位置哦，有一个俗称哦，所以有点俗称，就是几个人大家认为哎，这样子这样。这样子的书写，是合理的。OK， 我们就说，师奶，啊，有时候呢，会变成这样。我的编号，我们当作是师。哦，那如果加了，我们就会变成是加了一个em， 中。那就变成恩奶，那这个词就一定是动。那如果说这个呢还没有，那它就可能是湿啦，或者是湿啦，或者是歌，然后但是这个已经是跟有时候常常会怎么讲会 I 呢还是 Y， 用 Y 它会有时候通常都也
有那个。的成分里面，所以呢，如果它还时候，它就是但是名词没有，后面加了一个 y 在之后，它 snai 哦 snai 叫你唱地方，办法辨别是名词是动词。如果这个 I 不加上去，很明显它是名词，但是加上了 I 它就变成了是动词，所以认知说这个符号要怎么去使用。那同样的乌跟那个乌、哦、也会有这个困扰，不过待会先带大家发一一可以有所区别吗？哦，一，在讲的那个什么，音是不是那么明显？这个祈使句上面，这个然或不竟然，一，有点虚，哦，它这个很实，五。差不多，来，我们来发一下全部的符号：啊、一、乌、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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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先练习发音，请大家老师在发音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的话，没关系，上网是的啊，那你们就多听，你们啊那个电脑打坏哦，那不关好有没有。OK， 没有问题了、哦、好，以后请各组的那个各家族的组长掌握一下，我们的那个家族的成员啊、好让之后我们都用那个各组的那个练习方式。好，下课。